中线兄弟是5月6号的事情。中间方向来看，中间拦截闯二垒，再来一个上 double play， 完打，真的是完打，四位的投手联手投出了完打，是联盟第一场，不可思议，这个时候可以讲出来了。今天的郑浩俊投了6/3局无安打，宪豪2/3局无安打，吴俊伟1局无安打，吕彦青1局无安打，联盟史上首场的这个接力另类的无安打比赛，在5月19号星期五新庄球场诞生。这场比赛郑浩俊是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二胜哦，江绍庆是飞行8局的投球吞下了本赛季的第三败，弗莱西在5局上打出安打是驾驶连城，第二棒的陈静。回棒落空往垒这边来传了，但这个球传到了中外野去，现在陈诚威要来闯三垒，这个球的一个回传没办法传到三垒了，爆垒成功，陈诚威现在来到了三垒，往二垒这边来做一个认定，敖斗认为是有哦，有妨碍，那再要看要看突然的出现，精彩啦，对，而且这个项目应该是不能挑战的才对，这是不能挑战的一个规则，还是没有踩雷包，这个没有踩雷包的状况出现，反倒是陈诚威不是妨碍雷大乌龙啊，不是妨碍守备了，哇，违规跑雷。打右半边推出一个右外野方向的平飞球，但是是被右外手给接杀，再双跑的启动要回到本垒，以富邦悍将的一个主场开幕战超过了8000位、提前起跑，哇，那这一分要被控回去了，哦，这个时候三垒手说提前起跑，那第三个出局就出现在三垒这边，我这边收到一些资料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哦。学术报告，我们请看一下哦，彩色 A3 看一下我就不讲什么了，大家自己有看有懂，来点掌声。李宗贤一上场就造成话题了，他的球衣是不是穿错？是，球衣是原队这里，他刚才。现场传来的消息是因为他今天忘了带球衣，直接被罚了10000块。对，会罚款。哇，李宗贤今天还没有上班呢，就已经先荷包已经失血了。对，我们那个世代就已经是罚10000了，现在没有增加，对不对？今天没关系，我把他打回来，直接打到左半边，哇！开场一上来第一颗就红不让了，李宗贤今天准备用棒子把失去的10000块赚回来，他球衣不要换了。是啊，今天开场还因为球衣没有带，结果损失了荷包，没想到第一颗球就把他扛出去，我是第二颗球就把他扛出去，对对。这一棒打出去，哇塞啊，这个球带飞历史的时刻，哇，这个球是300号，各位观众，哇，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历史了，经过了职棒34年的历程，我们正式迎来了第一位300俱乐部的打者，而且是代打全垒打，大师兄林志胜。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可以比赛，是虽然是客队啦，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暂停了。这个是我们要请到今天的打者是郭天信，还有捕手刘吉宏出场。你看他们今天笑得多开心，刚刚是不是猜拳猜赢了才有办法出来，好开心哦，对不对？千载难逢好机会。接着下来3、2、1 start， 呜，好球，逮着不逮，逮着不逮。好，接着下来还有刘吉宏一起站在球场上，等我们的32号小姐来合拍一张。好，看一下前面 ，my no camera， 你得给他塞 ，OK。喂，
我奇怪怎么比赛老鼠哎，对，想说奇怪怎么比赛底下怎么那么肥啊？偷吃东西吗？哎呀，跑进来，好吧，用手套夹起来吧，左外野手套夹起来，让开了，哇，糟糕，好玩了，好玩了，现在比赛需要点时间，需要时间，需要时间，哎，现在。又有一个球童，不知道拿什么器具过去要去帮那个盒子，没有办法，用手套夹起来比较快。这怎么会？哎呦，哦，没有办法，太大只了，太大只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用手套夹的，没有，他现在是用那个矿泉水的那个盒子装的，装起来，装起来，装起来。哦，这个比较对了，矿泉水那个盒子。然后再带到球场外放生了，放生好肥哦。然后一换，还蛮准的嘞。逼着你一定得出棒，对，他蛮准的。这个你不出棒有风险。哇，这个怎么想的？他打到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是应该要给他。大哥哥很棒，很好很好。对。哎呦，便当掉了啦！便当掉了啦！哎呦，这通常如果球场有看到的话，会去补他一个。应该这样会比较好，对，甚至会给他买一送一，待会三个便当送过去的一个换头时机点也可以比较对啦，对啦，真的就是这样，魏全龙的球团给你们一个大大的赞，太好了太好了。这个球打到了右半边方向，又够深远，结果是一发两分炮，再来一支，哇！林立今天单场双响，而且这一球的距离又更远了，393英尺。当时的比分是4-3，那现在是3-3。哇！阿美塔，奇迹啊！真的是奇迹啊，真的是奇迹啊。